同小董跟他放下去嘛。好，計時計翻，俾佢遊去翻第三次啦。即係十九號，我見過，唔知喺邊隊打過啦，可以 search 下先。好連線啊！呢十九號。打和啊！邊入啊？Super 打和旺風南亞呢、這個名好熟。好，用啲大數據啫先。大數據一齊查先。大數據查先，都冇喎，點解冇嘅？明明之前有見到佢打喺度。有啊有啊。哇！直接送俾對方啊！只一號就左轉右插之後，再攞板兩分炒板。哇！呢個真係有速度啊！呢個回翻俾後邊嗰個添啊！撞牆，自己撞牆，地犯規零零號，撞親人哋仲要再犯規啊！你同啲湯家當意外。白色擺出呢個死亡五小陣。哇！搶板就冇人鬥你哋嚟啊，俾阿藍，阿藍笑啊！我記得明明有一場比賽入到一打啊，都揾唔到個名。再 search 下先，個名應該俾錯，攞身份證讀佢下先。好，又換人啊！打和而家。唔該，唔該。先得係輸住追翻啊！咁樣先有士氣啊！多謝，同埋我考驗下自己啲隊友夠唔夠團結啊！係啊，打逆境波，一次過試曬所有嘢先 ，turn over 反擊啊，炒粉啊，全部做曬，係為咗即係製造呢個收視啊！好，發色而家係沉住氣啫啊，係俾人捱打嘅其實，雖然領先兩分。身高輸人，不斷射出邊啊！其實呢十九號籃底已經係無敵啦，温炸佬，哇冇彎到，再攞，哇兩個爭住攞板啊！但係傳俾對方，放俾對方喎呢個，咁多自己隊友都唔算係要傳俾對方啊呢個。暫時防 L 籃板，再轉身撞一撞先，再入。输翻四分啊！二十廿四比二十，最就忌嘅跳起先望望住队友啊！未传波之前就已经谂定要传到边个先啦。低位哇，守护喎，冇转转咗身再攞板。几多号？高佬啊，十九号啊，大只男啊！不斷用低位進攻就有着數，有着數啊！呢啲嘢試咗好耐三分啊，但係入唔到喎嘢。哇 ！And under 冇力啊！靚到，都都係有出落去，再回翻俾二號，再回到正中間三分零射，領導位有着一個啦。八秒，中途嘅地手，呢球系暫時黑色全晚防守最好嘅一次啊！好，又俾阿大隻佬打低啊！呢、這個距離唔係佢嘅強項啊，因為就近少少，壓落去先。八秒進攻，佢嚟講有啲遠啊！兩分試下先，堅強啦！本來是輸了半粒的，可以拍回頭，可以拍回頭，慘啊慘啊，
點啊？去親你嗰只都唔聽你話，都搞錯啊！你等你摸下呢只，俾你摸下呢只啦，摸一陣間，你可能中意翻。十四回翻去右手邊啊！哇 ，long two 啊，有爭少少，有啲一號定係零號啊？零號啊！零零号俾翻阿乔，再回翻阿九号，阿乔三分有啦，2-0。起到好招接手，但系都入唔到啊。起低过1-3添嘛，佢话决定要拖慢添，大把队友啊。30号呢场我系。特別出狀，一突破已經是過完第一隻了，沒人倒就輸得了。領導位啱，但係沒人用波輪低位俾高佬打。阿美正剛，高佬又唔俾，係要俾呢啲冇乜把握嘅中距離，落啲波俾低高佬，多啲人再分都好啲啊。你要第一次黑色啊！第一次參加比賽，第一次鋪天喎、啊、全部到啊！所有俾佢換，換人19。自己同自己握手先，啊係啱啊！咁啊，好無奈嘅，好少人肯落低位俾波佢噶。踢完之後落到個 long two 啊，入啊！14號自從嗰兩次 turnover 之後，其實佢嘅得分能力係節節上升啊。踢細瓜之後2-2、3-2。雖然打到九號，但係都係九號犯規喎，因為佢係吸入咗佢嘅原主體。佢兩球犯規都俾人打。波餅嗰個係咪佢啊？兩個都係佢咯。係啊，即係頭先食波餅嗰個佢啊。係啊。我怕佢一黑仔啊。好似係2號食波餅喎，頭先。哇！九號攞翻籃板，進攻時間10秒。哇！連阿芝士都開始緊張啊！走音喎嚇，平時有唱歌應該呢下應該飛嚟啦。快啲進攻！走咗音啊！進攻時間5秒。冇錯。冇壓佢啊！五秒，佢個波上去先。啊！即時射啦，未識係咁。要恭喜啊！專登整蠱你哋嘅，試下你哋啫嘛，呃咗你哋，呃咗你哋啊！24秒嚟嘅，係呢個明明我哋玻璃話提我5秒，我咪試下咯。大家配合下啫嚇，習慣啊，睇到時間，我知，但係嗰陣時其實係已經出界。我知啊，但我以為冇出界先，即係我以為係冇波。係啊，所以黑色唔會咗係正常。我習慣下啦，第一程我哋都熱身賽啫，習慣下睇大會個鐘啊。我哋最後10秒係會倒數啊，倒數到5秒為止啦，其他都唔會倒數嘅，只會提示。啊，呢啲8秒只會提示。8秒進攻。只會提示咁。扎，唔係用啲手勢。係啊，用啲手勢。你講先，你哋廿六，永遠都跟住後備席啊！以我哋呢度嘅規則啊，國際賽可能唔係，但我哋一定跟足後備席，四節跟足後備席。30秒。今節咧，其實白色所有三分起手未入過咯。今節真係會倒數啦！今節真係真理嚟，睇住我哋倒數啦。14號有望時間嘅，你知道？好準啊！8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。
啊，之前有分過啊。我哋聽住完美數26-27，太刺激了。